小编身上选这件针织衫非常的舒服，不会咬肤，而且这件针织衫前面有做扣子的设计，所以你可以依照你的喜好去做穿搭。下半身选择了这件排扣的牛仔长裙，那这件呢做的是开叉的设计，所以不用发挥太单调。鞋子是非常好搭的低调铆钉踝靴，虽然它是铆钉设计，但是它的铆钉设计也非常低调，不怕会太张扬。最后呢，再搭上我们家超级热卖的贝雷帽。这款贝雷帽呢，它总共有11个颜色可以做选择，所以不用怕买不到你喜欢的颜色。好的，那今天介绍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们介绍，记得追上我们粉丝团，帮我们按赞。那拜拜喽。